你是把越野跑穿的压缩裤当瑜伽裤了？压缩裤冬季跑步保暖用的，而且勒得要紧一点，防止跑抽筋了，并且面料不容易被刮烂。瑜伽裤室内穿的，户外一不小心就会被树枝刮个大口子，而且隐私部位不像压缩裤做了特殊处理。我爬山经常一抬头，里面的蕾丝钉字裤看得清清楚楚，又不敢说。没有瑜伽裤之前，这些爱死瑜伽裤的人穿什么爬山的？按岁数看，上一次流行的时候不叫瑜伽裤，叫踩脚裤。90年代某些年，全国女的都是踩脚裤，男的穿牛仔裤、马裤呢。时髦不新鲜，轮回罢了。牛仔裤算是没年轻男人穿了，瑜伽裤寂寞。参加过几次户外徒步团，一个穿瑜伽裤的都没见过。走的是雨崩、长川B这种初级线路。可能团里没有 fashion 的女生吧，穿瑜伽裤确实拍照好看，但只有我觉得不舒服嘛。平时健身都是健身完马上脱下来，总觉得勒得不舒服呢。瑜伽裤的几个小问题：一是不防刮，枯草、树枝、植物种子落一下拔丝了；二是防护能力不够，摔倒、踩空等小意外起不到足够的保护；三防风能力不够，山区气候多变，经常是一个垭口前风和日丽，翻过一个垭口，大风骤起。直接吹透。我始终认为，读书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确立正确的三观，明事理，懂得尊重他人，而不是在评论区对一个陌生女孩评头论足、指指点点、阴阳怪气，大可不必如此作践，他人也恶心了自己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姐妹确实骚，挺奇怪的，爬山还要看穿什么裤子。想我小时候穿尼龙裤，跟着穿牛仔、穿棉麻裤的家人上山挖笋，也好好的嘛。还有那种评论看美女、看身材的心态，认真的吗？显得我们男同志爬山不是为了心境的升华，反倒是显得很下作。不奇怪，但是被别人盯着看，你要是不觉得难受就没关系，如果受不了的话，还是别穿了。毕竟瑜伽裤真的很过分凸显身材，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想去看，是真的忍不住。与其担心他人素质，不如强大自己的内心了，自己舒服，做好防护就行。如果刮伤了，肯定不会再穿了。徒步山里原住民还脱鞋上山呢，咋没见有人喷不安全啥的？无非就是小姐姐穿瑜伽裤好看，村民穿拖鞋不好看，有些人就找到理由开始挑动对立了。我骑自行车喜欢穿瑜伽裤，但徒步野路的话真的不行，树枝草丛会刮倒。我有次就是路上滑的，直接屁股坐地上一路滑过去的。如果穿瑜伽裤的感觉都要死在山上，穿运动裤或者工装裤会比较舒服。细外套比系丝巾好看，系丝巾有点奇怪。我自己不穿瑜伽裤爬山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总是有野路，瑜伽裤承受不住。成熟线路走走瑜伽裤没问题啊，大大方方穿就好了。现在穿瑜伽裤爬山的也很多啊，普通登山和爬楼梯没有任何区别，瑜伽课反而起到了压缩裤的功效。你完全可以认为就是穿压缩裤做有氧，肯定是舒服的。至于专业登山，不要说瑜伽裤，除了专业的登山裤外，就没有合适的。穿瑜伽裤爬的时候，确实挺显三角内裤的，再加上汗水留下的痕迹，后面的人是看得一清二楚，给姐妹们提个醒。不过我也觉得瑜伽裤穿起来挺舒适的，会根据爬山的难度来选择不同的裤子。其实重点不在穿瑜伽裤好不好问题，问题在裤子的三角区尴尬的问题，有些真的尴尬到没眼看。你穿瑜伽裤不会出现三角区尴尬，那就好看。你穿其他裤子，三角区尴尬照样不好看。咋说呢？只要视觉上不要勒出个尴尬的图案就行。勒出蜜桃臀还挺好看，勒出三角屁股就不好看了。还有些后面勒肥肉、炸出三角内裤了，就更不好看了。那种有明显宽敞步道的地方就行，然后不能有很冷的风。我这边的山里到处都是野玫瑰，加上山顶很多都有雪，估计是不太合适，除非是那种很简单的道儿。瑜伽裤就是好看又舒服啊。比户外的裤子舒服多了，又不是爬很厉害的山啥的，又不是专业爬山的，怎么舒服怎么穿的。我日常上班都穿，就是舒服又好看，很正常啊。你舒服了，别人看过瘾了。你能问出这样问题，说明你想太多了。男人喜欢看，女人喜欢穿，就这么简单。下次爬山上丝袜更美，做人要自信，想穿就穿呗。我觉得瑜伽裤好，实穿爱，不仅健身跑步能穿，坐飞机穿着也舒服。冷了还能当秋裤，爬山还能当速干，配上今年火的腿套还能凹造型。爱穿什么穿什么，我觉得不行，
因为瑜伽裤不经刮容易花，别人觉得行能接受就穿呗，又不是光屁股。老是觉得这也奇怪，那也奇怪的人才最奇怪。运动就是怎么舒适方便，运动怎么穿就好了，在意这个干嘛？比较要在意的应该是三角区要怎么不过于突出，内裤的褶子怎么隐形这种事吧。美国这边的女生普通的徒步一般穿 yoga pants 司空见惯，稍微硬核点的可以穿 hiking leggings， 完全没问题。其实要不要试试软壳裤户外裤爬山啊，其实更舒服，透气防刮速干，只是建议，并没有说瑜伽裤不好，只是建议。只能说没有限定范围的争论毫无意义，什么难度的山，什么样的户外场景，单单一个爬山范围太大，包含过多的子集，各个子集当然存在差异。我好多年前体重160，照样穿瑜伽裤和紧身跑步裤爬山，舒服就好，别人怎么看是他们的事，为了他们观感给自己上负重，不是吃饱撑的吗？不是奇怪就很美啊，人性本色都爱看，你可以舒服，但是挡不住别人的眼光和思想，大家都有自由，反正能看不能摸随便呗。爬山本来动作就比较大，我是不明白正常街上都很少看到穿瑜伽裤，为什么一到山上都是这种，爬山时候某些地方露出来真的好吗？不奇怪啊，你真的爬山肯定不奇怪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奇怪的是那些故意摆拍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瑜伽裤毕竟不耐磨，有些山容易刮破，看那种山吧，徒步登山那种确实瑜伽裤娇嫩了点，普通爬个小山上去玩玩也不抖，那种穿啥都无所谓，我爬财神庙穿啥的都有。我在迪卡侬买的登山裤是紧腿贴身的，穿上和黑色瑜伽裤几乎看不出来区别，不知道成天 judge 别人穿的是啥的人什么成分，自己放得开就好，尽管肯定会吸引男性眼球，不过反正大家都是去爬山的，只要不是特别偏的地方，见色起意一般也不至于。主要是自己怎么想，热爱的是爬山穿什么自己觉得舒服最重要，有些人热爱的可能不是爬山，是穿瑜伽裤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感觉瑜伽裤被树枝啊什么划了很难受啊，还有各种尖尖刺刺的植物，最适合爬有梯步的山越野什么的，还是别穿这个了。有的地形上山手脚并用，下山需要屁股滑下去，瑜伽裤怕你屁股蛋子磨出来。大部分穿瑜伽裤爬山就是玩拍照的，真正爬山的需要手脚并用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跪着爬过去，还常常需要屁降，不穿有防护功能的鞋、裤子、衣服真不行。不奇怪，现代人都怎么越来越闭塞了？瑜伽裤这玩意不就和我妈50.60那一代年轻的时候的体型裤一样吗？这个就是个人想法问题，既想穿得好看舒服，又不想被其他人围观，你可以早一些或者晚一些人少的时间去爬山。现在好像穿瑜伽裤干什么都不奇怪了，别说和运动相关的爬山了，就是走在大马路上也能看到逛街穿瑜伽裤的。姐妹，我从瑜伽裤换成了速干裤，快乐死了。瑜伽裤贵，野路容易勾毛了。天冷就外面套一个冲锋裤，防风防水。不是啊，瑜伽裤收紧肌肉，运动不会抽筋啊，省力啊。超多好处。我要是有这么好的身材，我才不遮呢。这就不能不提之前在迪卡侬买的硬壳裤，除了买短了，我觉得很舒服，平时骑摩托到处跑都可以穿，还防水。你不走野路穿瑜伽裤没事，你走野路最好不要穿瑜伽裤，过草丛的时候很容易粘东西，建议休闲裤、运动裤。我自己不穿，但我爱看别人穿，因为穿的身材一般都很好，爬山累死累活，还能大饱眼福，缓解下心情，挺好的。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啊，管他呢，自己开心就好。话说系丝巾有点怪怪的感觉，不是很大，多此一举的感觉。我人胖腿粗，爬山瑜伽裤，管别人怎么说呢，自己舒服就行了。瑜伽裤贴身，弹力大，轻便，舒服死了。这种越野跑穿的叫 running tights， 不是 legging， 一个瑜伽裤全部混淆。瑜伽裤容易走光，系个外套后面的人还是看得见啊，特别是这种爬阶梯的，穿弹力好一点的运动裤就好。这个是我理解中的爬山，所以我从不穿瑜伽裤爬山。徒步穿瑜伽裤，这个是个人喜好，一切舒服为主。公园栈道随便走走可以，真正高强度的徒步爬山肯定不会穿瑜伽裤，容易沾一腿鬼针草，而且不速干。一个10多年登山的过来人说，
瑜伽裤不防水、不防风、不防刮，其实并不推荐，建议先以安全为优先考虑。爬野山那种太容易刮了，后来就工装裤。估计说这些话的爬的不是一样的山，而且裤子上也容易沾东西。现在的人真的有这么多管闲事陌生人穿啥吗？就算你光着穿我都无所谓啊，反正是陌生人谁在乎呀？管你穿什么，空档都可以，挡住屁屁就可以，别吸睛，别增加我们爬后面的摔跤或崴脚几率就行。穿瑜伽裤干啥都可以，但是不好搞局部特写就好。最近健身员最爱拍穿瑜伽裤特写，其实看路线情况，我觉得穿啥都是人家自由。出来爬山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，管别人说啥干啥。没问题，都什么社会了，还有人在意穿着吗？指指点点的都是土包子，但是会让人有性幻想。为什么要系东西？反而更欲盖弥彰了。我就喜欢瑜伽裤爬山，穿其他裤子，腿脚都受限制的感觉。个人感觉，穿瑜伽裤爬山的女孩子是真的好厉害啊。我属于经常摔跤的，只能穿工装裤，不怕脏。主要是瑜伽裤舒服啊，当然如果是去那种需要手脚并用或者有树枝的地方，确实需要穿软裤。有啥奇怪的，只要不裸着爬都 OK。 哦对了，12月份北京见过有大哥光着膀子爬山的，小红书全是引流高手，自己穿自己挡住，然后问奇不奇怪。你觉得不奇怪，你挡住干嘛？穿瑜伽裤那一帮就不是去爬山的，去干啥他自己心里知道，在家门口找个公园拍拍算了。走水泥地楼梯的那种山可以，但徒步人是会走泥地的，还有很多草的地方会刺伤的。穿着舒服就行，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但是瑜伽裤不适合爬杂草丛生的野地，容易刮擦。没事，我觉得女生爱穿啥就穿啥，毕竟穿衣自由，我管好我女朋友就好了。国外全是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国内还是穿个棉裤吧，再包个脚，毕竟大清还没亡呢。个人觉得太凸显私密处了，除了这点其他都挺好，可以遮挡一下，要是不在意就随便。奇不奇怪不知道。之前欣赏不来瑜伽裤的美，上周去爬了一次山，喜欢上了瑜伽裤。扯犊子，几岁孩子也知道运动出汗穿宽松的舒服，装逼就装逼，解释那么多干啥？不奇怪，网上到处是擦边，路边都有按摩店，还不能让这些人工作之余爬个山了？我觉得非常好看，不仅女生穿着好看，男生也不错。我是男的，我想穿，但是不敢。看个人吧，有些人觉得不防护出汗黏，有些人觉得舒服，我都是过了，我喜欢工装裤。我目前为止没找到比瑜伽裤爬山舒服的裤子啊。管他们呢，我又不发上来给人欣赏。爱穿就别问，怕说就别穿，经常看着口说勇敢爱自己，一边又特在乎别人的评价。要尊重女性穿衣自由，想穿就穿，最好不穿，这样爬山最自由，没有织物的摩擦。听楼下一个大哥说穿瑜伽裤爬山，后面的人能看到里面穿的内裤，甚至还很清楚。运动压力裤跟瑜伽裤是两码事，而且人家女生还会穿一条运动短裤，那才叫合适。假爬山、瑜伽裤爬山会挂很多草，无数带钩的各种草籽刮腿上，让你爽到爆。人家爬山要出片的专业服装，实话实说，拍照的确丑的一批，徒步佬们散了吧。瑜伽裤不是给户外的吧？户外也有专门的运动裤，就那些跑步爱好者常穿的。穿瑜伽裤，除了做瑜伽，其他都挺奇怪，只是现在见多了就见怪不怪了。关键是功能吧，瑜伽裤、压缩裤、速干裤都差不多功能，只要能速干。不奇怪不奇怪，但是下次你穿着裤子去爬山，提前叫我一声，我要跟你去爬山。臀部饱满又翘就没问题，又干又扁就不好看。你这也媚图让网友们怎么评？UESE Lulu 的 legging 爬山穿真的很舒服，也不会被勾到。我就是穿瑜伽裤爬的山，可舒服了，拍照又好看，为啥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？少管他们的评价，瑜伽裤超适合爬山，山顶冷了，外面加一条冲锋裤就行了。瑜伽裤还是更适合室内，这几天的梧桐山，你穿瑜伽裤爬，会得老寒腿的。看天气的，不要看别人怎么说，不冷就能穿，不是跋山涉水，一般都没事，自己开心就好。顺带我觉得瑜伽裤穿着毫无负担，爬山起来省了点力气。
一点都不奇怪。如果说你下山的时候把裤子穿反了，那就有点奇怪了。自己舒服就好了，管别人说什么呢？嘴巴长在别人脸上你也管不了呀。一眼梧桐山，梧桐山瑜伽裤太正常了呀，有没啥野路树枝乱七八糟。我有时工作都穿，比如今天，配宽松和长一点的衬衫，再配个背心。但凡我有这个身材我也穿，人家穿上是瑜伽裤，我穿就是秋裤外穿。第一次听说爬山不能穿瑜伽裤，我牛仔裤都穿，为什么不能穿瑜伽裤？有没有男子瑜伽裤？这料子透气又轻薄，我练腿穿不是嘎嘎舒服。人工条件好的山路无所谓，没有人造道路的野山穿条 Gen 3吧，哪怕为了拍照人家也爬了上去。所以不是裤子的问题，是态度。为啥这么说吧？很多男的也喜欢这样穿着爬 AT， 又不是女的特行。没事姐妹，你穿泳装爬山都行，千万别听他们瞎忽悠，穿衣自由。我感觉在广东冬天爬山穿瑜伽裤挺舒服的，薄厚合适，还能防晒。本来瑜伽裤就是运动的时候穿的，可以保护自己，避免树叶刮到。不奇怪，有啥奇怪的？现在光腚子爬山都不是啥奇怪的事了。为什么国内老是要纠结穿瑜伽裤？穿着运动爬山不是很正常？爱穿什么样都不关别人什么事，身体是自己的，不用取悦别人。穿瑜伽裤爬山不奇怪，奇怪的是瑜伽裤爬山回来换了一面的。穿瑜伽裤爬山不奇怪，奇怪的是光拍个腚又说风景好才奇怪。因为总有人不是为了爬山的，而且在男生的资源库里还不少。我觉得无所谓，光屁股爬我都没意见，真的，管好自己就行。爬山也是运动，不会奇怪。我也超爱穿瑜伽裤去爬山，很舒适。主要是碰上鬼针草或者被石头挂一下，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欢迎加入我们刘亦菲教，我们的宗旨是，我管他喜欢什么，就是勒得不舒服。本来爬山就会出汗，再加上的会很臭。刚刚才刷到一篇笔记吐槽，说穿瑜伽裤爬山的是去装 bi 的，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别人，我支持女生穿瑜伽裤爬山。漂亮是漂亮，但太贴身了，容易被山上杂乱的灌木刮藤刮破。我如果遇到了，我会躲远一点，怕被人误会，觉得我是猥琐男。不奇怪，大胆穿啊！穿着它爬山舒服，就不要管别人说啥。穿过一次，那次是夏天，蚊子透过布咬得我满腿都是包。有什么奇怪的吗？我爬山必备瑜伽裤，超吸汗超舒服。这些都是爬小白路线才会选择的，4000打上我就没见过。别管他人怎么说，喜欢就穿，我喜欢看，我媳妇不准穿。听说下山的时候瑜伽裤可能会穿反，其他的不知道了。但是就算是穿普通的运动裤，怎么走也都踩不到裤脚吧。当你看尽世间繁华，你会觉得穿开裆裤那都是正常的。植物茂盛的话不建议这么穿，防刮伤是第一重要的。可是人家说的爬山指的是爬野山，瑜伽裤会被刮破的。不是，你们爬的山真的不会面临剐蹭摩擦的情况吗？因为之前有个新闻，穿瑜伽裤爬山下来的时候穿反了。有广东地区的徒步群吗？就想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玩。你说出来了，就有人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你。不奇怪，但是穿瑜伽裤去餐厅的那批人特别奇怪。外国爬山的女孩子大多数都是瑜伽裤，除非特别冷。除了那种粉色肤色的瑜伽裤，其他我觉得都还好吧。我想问问，内裤是穿无痕的吗？无痕的容易跑屁股缝。真有人 diss 瑜伽裤吗？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过。我也会穿瑜伽裤，但是我会加条小短裤，我比较保守。很过分，上次就是看到美女穿瑜伽裤扭到脚了。瑜伽裤不是万能的，没有瑜伽裤是万万不能的，对吧？我劝楼里的不要多管闲事，他不穿了我们看啥？在男人的视野里，瑜伽裤和裸体是一样的吸引人。这地方有臭虫，上次跑闪的时候飞嘴巴里面去了。他穿他的，我看我的，好看的多看一眼没毛病，自己不觉得奇怪就好，别人的眼光管不了那么多。我不管我瑜伽裤也一样跑得嘎嘎快，我舒服就行。穿瑜伽裤爬完山再不做放松，血液不流通，腿会更酸，就不管别人怎么看就行了，以及高兴怎么都好。我觉得
现在去哪里穿瑜伽裤都不奇怪，大众了，爱穿啥穿啥，别人多看两眼的时候你也别难受。那次看到个帖子说穿瑜伽裤爬山把下面磨破了，奇怪倒是不奇怪，但大家都喜欢在你后面看。穿瑜伽裤不奇怪，穿了还遮遮掩掩的就好奇怪。瑜伽裤爬山，那我的运动裤设计来干啥的呢？一是瑜伽裤好看，二是我爱看，三是公主请穿。只要你不违反社会公俗，你穿泳裤都没人管你。不奇怪啊，穿得这么好看，我大腿粗就穿不了。我觉得没问题，漂亮，看上去就更有动力爬了。支持你们穿，不管怎么冠冕堂皇，男女都懂，比我工装裤舒服多了。瑜伽裤有好有坏，穿衣自由，想怎么穿就怎么穿，不穿也可以。真的，目的不是爬山，是为了显形吸引眼球。爬秃山还行，爬野灵山、灌木丛就不行了。其实穿瑜伽裤为了舒服爬山，就没比基丝巾了，是有点奇怪。现在都已经流行比基尼爬山了，你养我的眼，我投去欣赏的目光，各取所需。简单的线路穿啥都没问题啊，是谁管那么宽？对不起，我点进来就是好奇你那个围裙是啥，穿着挺方便活动的，就是草那些容易粘上面。瑜伽裤也穿，登山裤也穿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澳洲满大街都是，不管身材好坏、年龄大小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只能说好看，爱看。穿瑜伽裤爬山，旁边有男生，你们会压腿吗？穿 leggings 是会被蚊子咬穿的，我是觉得特别不好看，可能是我不会审美吧。不奇怪，不过你为什么又挡上边又挡下边？不奇怪，你们说的他不穿了，我去看谁的？国外爬山大家都穿 legging， 只要你是真的认真爬山，穿啥子都行。我买的健身裤，平时普拉提也穿，特舒服，低海拔随便玩，你穿黑丝、超短裙一样的，不挂呀。很正常啊，我也一直瑜伽裤行山，穿衣自由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自己舒服就好。瑜伽裤过时了，现在流行穿比基尼爬山。你知道这东西为什么叫瑜伽裤吗？男的穿骑行裤运动款，在路上还被人冷眼。真要爬山穿纯棉的工装裤都好过瑜伽裤。穿穿穿，不要把网上的话当回事，那不看得一清二楚，后面的人大饱眼福。不奇怪，但是下山的时候注意车穿反了，不许骂。你们骂我看什么看冲锋裤吗？我爬山就穿瑜伽裤，简直不要太轻松。有身材随便穿啊，不过有勇气也随便穿。啊，我喜欢瑜伽裤越野跑呢，不然穿啥呀？野路还是建议不要穿这个裤子，不安全。这么舒服的裤子，男生表示也喜欢穿。走台阶、爬爬坡路跟爬山是区别很大的。下次爬山可以叫我吗？我好喜欢爬山。好看就对了，爬山不就是为了出片吗？现在都是穿比基尼爬山了， out 了。登珠峰，穿瑜伽，自信的女人最美。为什么它叫瑜伽裤，而不是叫爬山裤？挺好的，大饱眼福了，没啥的。不奇怪，但是穿了又挡住，就很奇怪。所有的运动都可以穿瑜伽裤，我说的，等同于穿比基尼出门。回头率杠杠的，女的还行，男的就一甩一甩的，穿了还遮遮掩掩，对男生是二次伤害。我现在被网上 pull out 的不敢穿出门了。感激丝巾的露娜肯定没问题啊，穿呗。我穿瑜伽裤爬山的，一路上挺多的呀。城市公园还好吧？户外原生的不行。我怎么没遇到过？还是爬山太少了。允许别人说别人，允许自己做自己。原来那天穿着棉毛裤上山的是你啊，爱穿什么什么，自己觉得舒服就行，不奇怪啊。我也经常这么穿去爬山，因为很多岁数大一点认为就是秋裤，紧身裤配秋裤不也是同样效果？不穿都不奇怪，还别说穿瑜伽裤了。不奇怪，我希望别人不多管闲事。我个人觉得不穿裤子爬山都不奇怪，这问题还得是在国内才是个问题。不奇怪，我男的也穿瑜伽裤爬山。有周末一起爬山的吗？坐标广州，喜欢就好，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。你们穿你们的，我顶多多看两眼。不奇怪，反正还是得取保守点的。哪里奇怪了？我爱看。
他们爱看。身材好的可以穿，不好的就算了。瑜伽裤是所有运动裤里最舒服的。最喜欢看你们穿这种裤子了。非常舒服透气，实际上也非常舒服。随便别人说啥，拉爆他们就完了。很多博主感觉就是卖瑜伽裤的。穿着不奇怪，挡块布很奇怪。跑步的也穿紧身裤啊，没毛病。穿就穿，发出来到底是问谁？会让走在你后面的人心跳加速。什么瑜伽裤，这是女士运动裤。不奇怪，光个腚上去都不奇怪。自己随心，别太介意别人的想法。小红书不奇怪，毕竟主打擦边。爱穿啥穿啥，还有穿短裤的呢。瑜伽裤本身运动就可以穿的呀。不奇怪，奇怪的是决定路沟了。不奇怪，我更喜欢超短裙爬山。我在后面是看得一清二楚啊。他们可以穿，但是你不能看。适合的话，它应该叫登山裤了。不觉得勒得热吗？容易闷汗。自己开心好，不用理会别人。不奇怪，你在前面带路哟，跟着你后面爬的男的很奇怪。这些都小事，注意人身安全。瑜伽裤大多数只是为了拍照，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穿瑜伽裤。自己快乐就行，管别人干嘛。系丝巾其实有点怪，像屁帘。我就爱穿，舒服的不得了。我每次都穿瑜伽裤徒步爬山，每个上图的我都点赞鼓励了。好美的姑娘，交个朋友吧。我可能会外面再穿一条短裤，感觉就跟没穿一样，真自由。反正我会盯着腿多看几眼。为什么在意别人的眼光？怎么方便怎么来，别在意。出汗的时候你不尴尬吗？不奇怪，我感觉很好看啊。我就喜欢看瑜伽裤好看。奇不奇怪的，你管得着吗？这么大的事，联合国怎么说？如果没有争议，就不会问了。怎么舒服，怎么好看，怎么来？你什么目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也喜欢，请加大力度。不奇怪吧？很有感觉啊。穿黑丝爬如何？流量更高。不奇怪，我可爱看了。不奇怪啊，户外经常看到。弹力大超舒服，为啥不穿？男生都在穿，你还纠结啥？我就是穿瑜伽裤爬山的呀。我劝这些人不要多管闲事，别听他们瞎说，我就爱看。你穿丝巾，男人更兴奋了。我上山怎么没有遇到过？不奇怪的，延展性好，社会治安好的地方可以。主要是舍不得我的裤子，虽然不透气，但是装逼。是不是因为是瑜伽裤？多好看，别听他们瞎说，只想说不知道多舒服。奇怪的是觉得奇怪的人。不奇怪，女施主先请。只要不裸体都不奇怪。好看的呀，为什么不能穿？以前不喜欢，现在超爱。瑜伽裤爬山真的很舒服，自己洗穿的舒服就好。走大路人多的地方还好，故意露裤裆是家教问题。瑜伽裤爬山逼你看，在这儿就不奇怪了，跟我一起就不奇怪了。公园爬山很好的，主要是出了汗会尴尬，真的很奇怪且难看。身材好为啥不能穿？不奇怪啊，我们爱看。爬山穿瑜伽裤太彪了。不会啊，我经常这样，不穿裤子爬山才奇怪。完全看你爬什么山。我经常爬山穿鲨鱼裤。嗯，需要穿爬山裤？没有，穿什么随意，孩子爱咋穿咋穿呗。是的，真的很奇怪。支持、拥护、推广，爱咋咋，没有管你。多人穿了就不奇怪，也就是现在治安好，挺好的，我喜欢看。开心就好，无所谓。不奇怪，很好看啊。喜欢就穿，管他的。我反骨，就穿。说奇怪的人才奇怪。你是懂流量话题的。学到了，丝巾不错。不奇怪，能带我吗？不奇怪，而且很舒服。能听进去就怪了。